三大公益信托支出的钱，2015年、2016年一模一样，总共多少钱？231亿，231亿的钱藏在公益信托里面，不用缴税，这样还不用改革，这样还要继续拖，再拖10年啊！再拖10年，让这些大富豪继续把钱放在公益信托里面，通通都不用缴税，不用接受社会的监督，这是财政部跟法务部的立场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跟国人给一个答案，什么时候要推动改革？这样的数字还不够清楚吗？再说要延役啊，要延役多久？宏达电大亏损，董事长王雪红鞠躬道歉，画面记忆犹新。但是却又被苹果日报爆出，王雪红从2009年开始捐股做公益，包括恩典社福基金、基督教中华兴旺爱基金和主爱社福基金在内，三家公益信托持有8间投资公司，2到4成的股数，估计市值高达230亿元。原本是最大股东的王雪红，持股从最高45%降到零，他的个人所得税率也从最高40%现在全免了。公益绝对不包括私人来控股嘛，他这显然是拿来控股之用啊。那可是他想收到税捐的优惠哦，那这个就不是说好像你的钱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了嘛。